现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怎么上公司的了上地下站那个上那个叫做公园摔坏了后来在那里围着我们看看公园我们上下班的在那里面有的人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在那里面不过中间三二名人三人不到那边不过一早上那边不过你出现把人家都死掉了那我们没有公园有效